我看看，我看看哪儿疼啊？嗯。回家了，再陪我待会儿吧。我看到他吃药了，身体应该没有大碍，别担心。怎么了？心不在焉了？他什么都不跟我说，我想帮他根本帮不到。我不知道他是自己有安排，还是这件事情是真的。如果是真的话，我也不知道。我现在心里就是很乱。你知道刚才我进去的时候，他跟我说什么吗？说什么？他让我好好照顾你。季教授是很关心你的，只不过是现在啊，你们有不同的想法。他应该也知道你去担心他，他不想让你参与进来，可能是怕影响你的生活。可是我不能置之不理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最亲的除了家人、朋友，就是季教授了。当然。现在还有你。哎，说真的，你觉得季教授会爱上姚可欣吗？我不觉得季教授是那种罔顾道德、公私不分的人。那封信一定不是他写给姚可欣的，但有可能是作为咨询师写给他的来访者的。其实我觉得那封信更像是一封情书。不可能，他在咨访关系里非常敏感，他不会干出这种事情，不会犯这样的错误的。你还记得那封信开头的前两句吧？我违背了一个心理学从业人员的基本操守，愧对于自己的身份，愧对于自己的职业，愧对于你的父母对于我的信任。那封信在忏悔自己的同时，也在表达爱意。我能感受到季教授在写那封信的时候的痛苦与挣扎。按你的分析，那封信就证明他犯了已经无法挽回的错误了。何丹，不能这么想。这人无完人，不能因为我们去信任一个人，就不允许人家犯错。他犯了什么错，为什么犯错，都有自己的苦衷。不能因为我们选择相信某个人，就强行的去要求他必须得做到完美，那样活得太累了。我看你现在挺累的，要不要我帮你送快送快？怎么了？哎呦，疼死我了！别装了，你根本没有那么使劲，好吧？你有，你就是在急救车里使不出劲来，你全在我这使出来了。我看看哪儿疼啊？有情绪呢，我们至少发泄出来，这没错，是吧？来，男朋友专属。拒绝。我只是在假设一些比较严重的情况，这个事情当中呢，他一定有隐情。但是季教授有他自己的固执，那是他的事儿。如果你要是真的放心不下，那我就陪你查下去，咱们查到底。干嘛？干嘛用那么崇拜的眼神看着我？觉得你傻乎乎的，还挺可爱的。田开业，谢谢你这么认真安慰我这么久。不是男朋友应该做的吗？走吧，回家。回家。